进入隧道前或隧道中，一定要收听 FM 广播。遇到前方火警时，车辆要立即停靠两侧，让救灾车辆通过。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内，往逆行车方向逃生，进入最近的联络隧道，并且利用紧急电话通报。遇火警要镇定，平安不待机。交通部关心您。